但是其实我觉得，像看到以色列嘛，对我们就是可能手背布阵啊，觉得就是这是应该是最大的感触吧，就是他已经先预防说我们可能攻击的方面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到这种国际赛，防守是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可能球探报告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像防守这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像其他队就是已经先去预防说哦，可能攻击方面他们的攻击习性是攻击哪里，那我们就是要在场上再去解读，我觉得这有点太晚这样，对啊。